谢谢大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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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们来看看安姐姐能给我们家的粉丝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礼物呢？好，我们来拭目以待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可能会被爆灯的产品会有什么呢？一起来看一下。我们看到第一个是维兰颂的茶蜜升华水润面膜，还有维兰颂的茶蜜保湿面膜。第二个呢是我们 DMCK 的祛痘精华。第三个呢是 24K 黄金精华面膜。我们来问一下再看我们直播的各位淘友们啊，你们希望哪一个产品被爆灯被点爆的话呢，可以来回复我们数字一二三，都可以来告诉我们啊，在我们的直播间，我看到已经有人回复一了，对不对？对。嗯，大家可能觉得哦，面膜对吧，很好用。然后呢，我们看到哦，333，有人在跟我强调333333。家粉丝们好像对三号都是特别钟爱的，是吧？而且我最爱的也是三号这一款面膜，哦、因为我觉得24K 金粉的话，它不但是能锁住水分，而且呢、哦、能帮我去皱纹。我这个年龄的话，我非常担心我的皱纹爬满我的脸孔、哦，所以我觉得这一款面膜的话，它是多功能型的，特别好用。而且它这个里面的这个金粉呐、啊、金箔、啊，它就是你揉之后它就会化开被吸收，对吧？是，就是很神奇。对的，是的。好，我们来根据后台统计数据，我们来揭晓一下我们这一轮被爆灯的产品。根据统计结果是，哇，就是我们的三号，哇，真的是三号宝贝耶，真的是。你知道吗，姐姐今天晚上一直就在喊着我们的24K 黄金面膜终于跟大家见面了。是的，而且今天的惊喜价格是，我的天哪，不会吧，88元，而且是买一送一哦、嗯、但是只有100盒，所以呢后台的宝宝们哦，记得呢手指动起来要最快的速度，真的价格实在太给力了，妹妹们能不能帮我也抢上个10盒的自己也想要，对不对？是、啊、真的。但是我们限量一共100盒啊，待会儿大家要手快一点。但是呢，我们的这个游戏环节规矩还是一样的，还是要请我们的安姐姐呢要接受我们的挑战、嗯。